日本恋爱真人 show 双层公寓的成员22岁日本女摔角手木村花日前疑因不堪网络欺凌自杀，之后传出木村花是双料自杀。以角物及吸入煤气致死，节目中木村花的拍档包括俄德混血毛特儿和篮球手田道玲等人都有发文悼念。